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是礼拜四。那今天台北股市呢，出现一个下跌量增的情况。那台北股市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以来，那盘面上一直不断的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，直到今天呢，有必要在这个地方好好跟大家做一个解释。今天看起来虽然还是呈现一个小跌状态，可是整个结构感觉上有一些些的变化。今天大盘还是10348，感觉上指数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嘛，还是维持在我们之前的这个神秘三角地带里面做一个震荡整理。可是我想各位投资朋友，在过去的三个交易日，大家应该有发现到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其实盘它是往上走高，那准备要挑战这个年线位置嘛。但是 Leo 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分享说，这个地方如果成交量没有办法放大到1300亿、1400亿以上，你要直接拉过年线，这个难度是有点高的。那在这个地方，今天反而出现一个下跌，而且成交量是呈现一个量增的情况之下，而且比前面的三个交易日的量都来得大，代表投资人在这个地方他的信心是偏低的，而且很多的股票都是冲高之后又打回来，就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当冲，所以盘面上强势的股票不能够随便乱追，绝对不能够随便乱追。尤其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柜指数，上柜指数也是同样的道理嘛。你看，发现在这个年线附近有没有？它虽然感觉上是呈现一个小涨、小涨、小涨，一点点，每天都涨一点点、一点点、一点点。可是你看成交量，它后面尤其是像今天，成交量又往下缩了。所以这个地方，当成交量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小的情况之下，就代表说大家是呈现一个观望的态度。尤其是你看这个 K 棒越来越小、越来越小，代表说多空交战也越来越剧烈。那很多投资人都呈现一个观望。那你看整个盘面上现阶段的结构是什么？类股轮动的快太快了。很多强势股票今天强，明天就不强了。那涨势它没有办法连续性的喷出，所以操作的难度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尤其是这个更严重，就是说成交量它出现了萎缩的情况嘛。上涨的时候量是缩，下跌量却增加，所以投资人会怕是正常的。可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结构有改变，所以更要好好的检视手上的股票要做什么，做太弱留强的动作嘛。所以当大家在观望的时候，观望什么？观望美中贸易谈判嘛，美中贸易谈判本来是在三月的时候，三月底两国白说好要签约，现在延到四月。那英国的脱欧谈判呢？那英国国会又再度表决嘛，那是呈现否决这个协议嘛？那所以英国它有可能面临到底要不要硬脱欧这个情况，所以国际还呈现一个观望的态度。那盘面上，现阶段主流真的轮太快，没有一个大家可以共同认可的一个主流，除了一个族群以外，那个族群就是光学族群。只有光学族群是大家可以认同，而且是涨势是比较整齐一点点的，是比较强势，有强势的标的出现，然后相对低。那我们在3月7号就上礼拜四的时候，我们提醒大家说，LED 族群，比如说像光磊，像这个金电，突然涨得非常非常强势，那当天很多人都跑去追嘛，可是一追当天马上就套住嘛，这个就证明了我的看法，就盘面上强势的标的它当天强，它不一定隔天强。而且你看光是这一根当天出现一个上影线，后面是连续几天都往下走低，而且今天还创下这个整个过去几个交易日以来的新低价位嘛。所以股票在这个地方你要慎选，包含像脚踏车，比如说像今天脚踏车非常非常强势嘛，早上冲高有没有？感觉上非常非常强，尾盘又往下打，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投资人不敢把股票抱长线，不敢把股票抱隔日，以前还会隔日冲，现在当天就把它冲掉了嘛，所以尾盘又往下跌回来。包含像美丽达也是早上这样一小段而已，它不像巨大至少它还有尾盘还有冲比较高嘛。那美丽达是早盘冲小高之后，后面就收在相对低，而且还是翻黑的状态。所以股票现阶段，不然像昨天很强的这个如虹嘛，纺织类股嘛，那有几档零星的发动，可是今天也是一样嘛。早上如果你看到它很强，冲去追，结果很快的早上就往上急杀跌回来，就代表说昨天买进的，因为昨天纺织股强嘛，今天冲高之后立刻又杀下来，它就做一个获利了结动作。所以股票的这个轮动速度真的非常非常快。包含像这个是4426啦，不是1426，4426利奇嘛，这跟奥运相关的股票嘛，一度冲高到涨停，但是尾盘又打下来，
所以这个就证明给大家看，很多股票今天强未必明天强。比如说你看今天这个族群休息很久了 ，AD 光碟嘛，归档光碟，你看去年一路的是往上走强，那从这个五块、六块、七块、十块、涨十五块嘛，可是一下子修正了那么大一段，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都没什么动，而且一直往下走跌。那今天这两只股票突然又转强了，那当它突然转强的时候，又不免让我们担心嘛，因为之前看到这个莱德还有中环在涨的时候，哎，大盘就面临一个修正。那更何况这两只股票，你说今天它很强，那今天涨，那问题是明天呢？明天会不会强？不知道嘛。好，那只有一个族群是目前产业大家认同度是比较高的，而且是我们从产业面上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未来是这个方向是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光学族群，比如说外资上看这个大力光目标价上看5000嘛，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MWC 的这个世界行动通讯大会，它所发表很多各家厂牌发表新机，这个新机未来的这个镜头都是3颗以上嘛，甚至于6颗以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多镜头是一个趋势嘛。那当然多镜头是一个趋势，大力光不用讲，它是一路往上做一个走高嘛，因为外资看好它嘛，那加上投信，在下面是外资嘛，在下面是投信嘛，两大法人同步进场做买超，而因为产业前景是对的嘛。可是因为这股票很贵嘛，非常贵，所以同样族群里面中低价位的股票就会受到投资人的青睐嘛。所以你看哦，光学类股里面这个龙头股是大力光，那中小型的代表是什么？是玉晶光嘛。那另外一档是什么？就是阳明光嘛。那我们3月12号有送这个赠送我们野猪骑士同乐会的资料，里面其中有一档就是阳明光。那阳明光我们3月12号赠送资料嘛，3月13号它攻上涨停，3月14号今天又再度攻上涨停板嘛。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呢，就是非常非常强势，重点是它还在底部嘛，所以它才有办法拉出一根两根的一个长红 K 棒。重点像这样的股票，它是可以受到市场的认同的，受到市场的认同的。那另外呢，其实我们在这个3月6号的时候，就是上礼拜三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也直接跟大家分享这个异质 PI 嘛，就是未来产业前景比较透明的，包含像这个新阳科嘛，它做这个软性的这个铜箔基板嘛，那也是折叠机必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材料嘛，所以它刚刚就是突破颈线冒出头，这是3月6号当天的一个走势图嘛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它再创波段的新高嘛。再创波段新高，那所有的群组好友有收看的这个群组好友，其基本上全部都是赚钱，全部都是获利的嘛。重点是你要赚多少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嘛，你可以自己决定嘛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，就是综合我们刚刚所讲的嘛，盘面的轮动速度真的是太快了，所以你看到强势的标的，你不要贸然的就冲进去追，你必须要选择有产业前景，那透明度比较高的股票，你才可以去做一个进场买进的动作。但我认为这个地方还是偏多，只是说这个神秘三角地带短线要突破的几率没那么大，那还是震荡盘为主，你成交量没有放大到1300-1400以上，你要直接突破这个难度相当相当的高。重点是手上有些股票它有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，你要做什么太弱留强的动作，太弱留强的动作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咯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